本次表演赛的奖品是一款手机，多普达手机啊，送给你啊。也特别感谢你把这个奥运金牌送给我啊。对啊，交换手机。希望这次奥运会上瑞士代表团一切顺利，希望还能将来还能听到李东华的新的故事啊。感谢李东华，谢谢大家。我曾经问过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，可你却总是笑一无所有。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，可你却总是笑一无所有。精彩